有态度呀、啊。这什么？什么、啊？这什么？什么、啊？这不是你扎头发吗？我可没有这样扎头发的脾气。说。怎么可能啊？那谁的、啊？这车天天就你在开，这副驾驶坐了谁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这到底谁的？说，快说。难道是楼下小辫的？我说季总监，虽然我头发长，但不代表我见识短吧？你琢磨着喝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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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到底谁的？难道是小凯的？你说这小皮筋是我的，让我怎么戴？谁接着戴？你是醒吧你？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你卖给丢丢的？丢丢的小皮筋，那都是我千挑万选的。真是有什么呀？看不起谁呢你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好看你自己怎么戴？对对对，这就是我。你看我平时就是这么戴，这颜色呢非常好看，盘在之前眼眶，我特别适合粉红色。顾主管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兄弟啊，这真不是我不帮你，咱就是说真不行啊，灿灿压根不相信啊。不是，这到底是谁的呀？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孩戴着挺好看的。我买的时候是有这个装饰来着，我给忘了。哎，我就是说季凡不是这样的人吧？才99%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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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两口吵架的呢，犯人呢。